哎，学学这个也好哈，学学这个大地狱里玩一玩，看看，嗯，跟着一块。像他所看到的一切哈，都是跟他有缘的众生，包括这些上师啊，还有这些地狱里的众生啊。有些境界他看不到，是因为跟他没有缘分啊。就是下地狱也是一样，就是在他的境界里显现的这些相，都是跟他有缘的一些众生啊。不是所有的都看得到的，他也不是什么都看得到的。到地狱里不是说想到哪到哪，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不是这样的啊，也是他自己的缘起法，就说一切都是缘起法啊。这个世界呢，没有众生啊，也没有什么瑜伽士啊，都是他八十田里的一种业境的显现。每天叫你们破我执啊，破我执啊，没有我的啊，其实一切都是为识所现，嗯。不要以为有一个人跑到地狱里就看到这些东西哈，其实都是八识显现的啊，这都是一个缘起法，万法是吧？三界唯心是缘起的，都是心的缘起法，不坏缘起哈。嗯，我们呢看这个，了解一下呢，不用害怕，这都是你心识的缘起法，嗯。之后我到了一座日月宫殿，看见一个头戴黑色帽冠的人，身边绕着上千名跟他自己长得一样的人，他们都在念诵六字真言，六字中的轰字化成一团深蓝色的光体，如日月大小，深蓝色光体又化成数不清的光体，每一个光体都承载了上亿众生进入解脱道。观世音菩萨说，善男子，你不知道吧，头戴黑冠的人是印度狮子吼如来化身的支三十伽玛巴杜松清巴，刚刚被救度的人是从十世法三方面与伽玛七祖结缘的人。我对伽玛七祖升起清净信心，转绕顶礼和供养曼扎，向他们祈祷大悲摄受。这时一个红色身像的女子走过来，把黄金的九股金刚杵放在我头顶，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融入了金刚杵体内，金刚杵则融入黑冠蓬翼者心间的轰字，示现出报身光明相。我祈愿，南无上师，温暖的日月宫殿中安住着法身清净的大金刚池，仅向报身大光明祈祷。化身伽玛七祖啊，请立刻为我和普天六道赐加持清净中阴的幻象。又一个瑜伽士带着上万人走向一条白色的路，观世音菩萨说，那是邦沃色上师带走的，那些是在人间跟他以时是法三方面结缘的人。我胸怀敬信，向邦沃色上师顶礼供养转绕，请求他慈悲摄受。邦沃色上师心口出现了一块白色的奢字，奢字发出的光芒照射到我的心口，我的凡夫身立刻化为光，同时变成一个白色的奢子，这个奢子也发出光芒照射到一切众生，感觉一切众生的障碍和习气都被融化了，犹如太阳照到白霜上。我继续向前走，遇到一条大河，河里有一块很大的石头，里面传来连续不断的哭喊声。我念诵 Om Mani Padme Hum Sho，
六字真言画出一块大如山丘的蓝色光，落到石块上，石块裂为两半，里面露出一个小山那么大的青蛙，青蛙的每一个毛孔里寄居着十万万的虫子。观世音菩萨说，此人在世时毫无慈悲，与许多亡者结缘，才遭遇这样的业报。我忧伤地唱道，呜呼呜呼，多悲惨，难脱十八地狱，多悲惨，燃烧烈火地狱，多悲惨，急速无处逃离，多悲惨，聪明无处匿藏，多悲惨，善变巧言无用，多悲惨，滑头阿谀无用，多悲惨，富豪无处行贿，多悲惨，贫者无可强取，多悲惨，强者傲慢无用，多悲惨，胆小无处藏匿，多悲惨，法王骄慢无用，多悲惨，白昼不见阳光，多悲惨，黑夜不见繁星，多悲惨，谨向大悲佛子前祈祷。两个狱卒压着一个被两条铁链捆绑着的男孩，观世音菩萨说，男孩在人间杀生无数，现在狱卒们要带他去见业轮地狱。这时一位瑜伽士口诵六字真言，带着上千人向一条黄色的路走去。观世音菩萨说，瑜伽士名叫玛尼勒巴坚赞。只见一个女子坐在黄金塔内，吃的是自然生长的粮食，喝的是酥油汁泉水，身上穿着种种绫罗绸缎的衣服，幸福又逍遥。观世音菩萨说，在世间这女子未挪动座位，一次性完成八关斋戒的功德。数不清的人正被毒蛇咬食，毒蛇的毒牙足有松树那么大，口中发出恐怖的叫声。观世音菩萨说，这些是在世间养猪的人。我到了一个巨大的经卷旁，一座日光宫殿里的五宝法台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僧人，右手挥舞着宝剑，左手托着经卷举在心口，身披袈裟，很多比丘围绕在他身边。比丘们个个身穿袈裟法裙，手持天杖和钵，前面放着净瓶，他们都在辩论佛法。比丘们的心口都有绿色的德热二个字，字化成光，变成上千绿色和白色身像的空行母，把上亿的众生安置到极乐世界。我想他们是谁呢？观世音菩萨说，日光宫殿里在宝座上挥舞着宝剑的那个人是萨迦班钦，那许多的比丘是他的弟子。我升起信心祈祷，南无上师，智慧日光无量宫殿中安住着精通讲辩著书文殊菩萨化身的萨迦班智达，请您加持精通一切佛经与法门，请您加持讲学事业飞黄腾达，请您清净中阴虚幻的恐怖，三十广行妙善的宫殿中安住着佛教命脉的比丘众，请您加持我精通四部佛典，请您加持我圆满十般若，请您清净中阴的虚幻，谨向大悲佛子前祈祷。祈祷后，萨迦班智达额际出现一个邦字，化为黄金宝瓶。我感觉萨迦班智达在为我灌顶。
这时一个头戴花帽的瑜伽士带着上千人向一条白色的路走去。观世音菩萨说，那个瑜伽士是圆寂复魂师释迦沃瑟。一棵高大的烧铁树上拴着一个身捆九条铁链的女子。观世音菩萨说，这女子在世间是一个失毒者，狱卒们会把她抛进沸腾的毒海中，遭受一年痛苦。转眼间，我来到一棵如意树下，一个手持弓箭的人把上亿的人引入一条紫红色的路。观世音菩萨说，那人是西藏的大成就者唐东杰布。又有一个皮肤黝黑的瑜伽士，右手拿着拨浪鼓向天摇动，左手拿着净鼓号筒吹着，口呼帕声，带着上万人走向一条红光的路。观世音菩萨说，那是当巴加嘎大师。我向当巴加嘎大师顶礼转绕供曼扎，请求他为我开示施身法窍诀。当巴大师开示，怕医者身躯心识两分开，怕二者自身血肉气为食，怕三者无有所执放自然，怕四者当令四种客满足，怕五者回向轮回涅槃客，怕六者心性不造安然住，师身无执以为此誓言。接着我到了红毛宝剑殿，数不清的人被杀头，另有数不清的人被勒颈。观世音菩萨说，这些是在世间以宰杀为买卖，或者杀马驹和宰牛的人。不一会儿又到了一块烧铁巨石旁，一个被九条铁链捆绑着的人后颈被一块大如山丘的磐石压着。观世音菩萨说，在世间母亲希望把家产用于行善，但她不愿意，所以受此异属果报应。一个很大的山谷中挂着彩虹的华盖，堆放着大量经卷，一千盏油灯闪闪发光，日月闪着美丽的光环，自然生长的香稻谷郁郁葱葱，还有甘露的泉眼。一个身披袈裟的僧人手拿经卷在那里念诵，救度了上千众生，安置到解脱道。观世音菩萨说，那是法称大师。一个瑜伽士被上千瑜伽士围绕着，他们都在祈祷和摇呼上师，同时渡走上万人进入解脱道。观世音菩萨说，那是大成就瑜伽士释迦人亲。又来一个瑜伽士，一边念诵文武百尊里的永断轮回经，一边渡走上亿人。观世音菩萨说，那是嘎当巴德邪大师。到了一个辽阔的平原，一个女子身上捆着两条铁链，被山羊头狱卒和绵羊头狱卒压着。突然天空传来六字真言的声音，六字中的内生出一道绑腿带那么大的光，卷走了女子。观世音菩萨说，这女子在世时宰杀了一只山羊和一只绵羊，为了清除这个罪过，她献给大禅师两根绑腿带，因为这个功德她今天得救了。我想到
连一双绑腿带都有如此大的功德，心中很是高兴，便唱了一首歌：南无大悲佛子，善恶不晓，清清楚楚真稀奇，心性本是明空法身，却含阻止念头真稀奇，分明本是报身，却还固执幻象真稀奇，诸相原是化身，却还阻止放逸真稀奇，本性本净明空未断，却说不能念住真稀奇，显空本是无别，却要执着境于对境真神奇，意念本无间断，却又执着执于对执真神奇，诸相本是一味，一味却显分别诸相真神奇，个体本是无别，却显空无别本性唯一真神奇，无别仍是一味，却要分别感受苦乐真神奇，等定本无二，因果报应不虚真神奇，诸相本是法性嬉戏，却称类智真神奇，心性本质是光芒，却称放逸真神奇，境于对境无二是自明，只观分别真神奇，大悲佛子前祈祷。唱罢，看见一个戴金耳环的瑜伽士领着上万人向一条白色的路走去。观世音菩萨说，这是印度的大成就者玛哈卓格。又一位瑜伽士牵着一条白色的山羊过来，同时领着上千人走向一条深蓝色的路。观世音菩萨说，这是多灯智美卧色。我来到大海边，看见一个僧人身上捆着九条铁链，渴得口中着火，鼻子冒烟，所有的毛孔里燃烧着火焰。当大海的水滴落入他的口中时，水滴马上变成羊桶水沸腾起来。观世音菩萨说，这僧人在世时有一个很富有的姑姑，僧人阻止姑姑把财产用到行善方面，所以遭此异俗果报应。你看这出家人阻止他自己的姑姑行善啊，因为这个财产可能用到供养僧众啊、弘扬佛法方面哈、啊，就是肯定是很好，但是他阻止他行善的，就遭这样的果报啊！你看这个恶鬼一样的哈、啊，不光是恶鬼了，就是、主要是受恶鬼和地狱的啊。这个人在地狱里受苦，是完了可能还要做恶鬼的，因为他这个像就是恶鬼的形象啊，苦，所以这个也很可怕哈、啊。你看阻止别人行善。他可能是想得到他的财产啊，因为他的姑姑嘛，是吧？他阻止他行善。一片无际的平原上，有一位穿着袈裟和法裙的上师，双手做传法印，头顶有一千个华盖在同时旋转，四周有四个小僧在给他献供，他引渡上亿人进入解脱道。观世音菩萨说，这位瑜伽士是嘎陀寺的南卡巴瓦。途中有两个修持六字真言为本尊的僧人，用一张普鲁毡布卷走了一位老太太。观世音菩萨说，这是老太太在世时供养两位僧人一张普鲁布的功德。之后一位戴砗磲耳环的瑜伽士把数亿众生引入一条白色的道，观世音菩萨说，他是帕拉玛西钦。一株荆棘旁用八条铁链拴着一只狗，这只狗身上的每一个毛孔
都寄居着粉尘般无数的虫子，嘴里沸腾羊铜水。观世音菩萨说，在世时他是一个富人家的女仆，做水供时舍不得用水，所以受此报应。一棵巨大的铁树下是一片广阔的大地，炙热的微火坑里有无法计数的众生在受苦。观世音菩萨说，这些人盗用了佛殿金顶上的黄金。我们道场里呢有一些共同做的事情呢，但愿做灰供啊，或者是做水供啊，就是呢大家要水洗啊，水洗的话就是功德是一样，就等于是道场里大家一块做的事情啊，这样的话呢就功德很大，不光是一个人啊，大家共同来完成这件事情的，大家都有共同的功德。那所以道场呢就是这一点很殊胜啊，所以在这里呢大家都要水洗这个事情，大家有机会呢多去供供水啊，做水供是很好。那大家都要水洗这件事情啊，就非常殊胜啊。就像庄严道场也是啊，同时也是供养这个水供啊，可以让很多的众生受益。一片乱石岗上，一个人的头被夹在两个磐石中间。观世音菩萨说，他在世时偷了六字真言水轮的铁轴，所以遭受这个果报。继续往前走，我来到一座莲花宫殿，八位空行母和上千比丘围绕着一个瑜伽士向他献花。瑜伽士手持宝瓶，在给他的这些眷众灌顶，同时度化万万人走向解脱路。观世音菩萨说，他是扰冈米嘎西法阎王。另一处，无数的人被挤压在磐石中间。观世音菩萨说，他们在世时把狮子和跳蚤压在指甲中间挤死，所以要受这样的异俗果报。数不清的人在微火坑里挣扎不休。观世音菩萨说，这些人在世间把狮子和跳蚤丢进火里烧死，所以受此果报。一位瑜伽士引领上千人走向一条白色的路，观世音菩萨说，那是圆寂复魂师罗珠荣伯。另外还看见许多盲人，观世音菩萨说，这些人在世时拿供养的糌粑就着会供的肉吃，或者在不干净的容器里供养，或用没有擦拭的灯具供油灯，或者缺乏清净信心。一位空行母双手捧着酥油灯，油灯的光芒强烈的像日月的光芒，驱散了寒冷地狱的所有痛苦，灯芯却成为指引众生进入解脱路的灯塔，灯油脂成了解除众生饥渴的甘露，灯具则成了菩萨的无量功。空行母的胸口有一个白色的万字，在向右旋转，引渡无数的众生走向解脱路。观世音菩萨说，那是染骨女子雍众也喜，是般若佛母化身。路上有一个本波僧在念乔丘经，带领上千人走进白色的路。观世音菩萨说，那是马丹拉日宁波。我来到一大堆钢管旁，数不清的人艰难地从管子里穿来穿去。观世音菩萨说，那些人在世间做顶礼时五体不投地，所以有此果报。一个瑜伽士口诵
21度母赞诵经渡走上千人。观世音菩萨说，那是嘎陀寺的中丹法王。途中数不清的人被利剑砍割后炖煮，煮熟后拿出来放在铁臼里砸碎。观世音菩萨说，这是他们在世间食肉的果报。有许多人落在微火坑里，全身的皮肤被烫得焦烂，狱卒用利剑从背后砍杀他们，使他们遭受粉身碎骨的剧痛。观世音菩萨说，这是他们在世间时开荒垦地的报应。一个本波咒师被狱卒们压着，身上绑着8条铁链，每一个毛孔都插上了上亿的利器。咒师一路上都在痛苦地惨叫着。观世音菩萨说，此人在世间给许多人放咒施祸，抢夺僧人，诽谤如来，说佛教是违法，而烧毁许多佛经，或弃于街巷丢入河水，诽谤如来身，所以要受此果报。后面来了个身穿带袖大氅、头戴花帽、手持月刀和盛雪炉器的瑜伽师，他口诵圣乐金刚心咒，引导上亿众生走向一条白色的路。观世音菩萨说，这瑜伽师是错可塔巴瓦大师。一个人头上长着巨大的松树，他顶不住松树的重量，苦不堪言。观世音菩萨说，这人在受持8关斋戒期间去转经，路上衣服被树枝挂住，他气得折断了树枝，因为嗔恨的业因，今日受此果报。我走在烧铁大地上，进入到一间屋子，看见数不清的人被狱卒殴打和撕裂，殴打时发出的声音像撞击的铁器，众人在惨烈的哭叫，门内5毒火在剧烈的燃烧。我坐在门内，眼看着他们无可思议的疼痛，觉得很可怜。牛头狱卒阿哇扰恰右手扬起天铁宝剑，左手拿着铁钩，身上的利器如雨点般降落。当他跨进门里的那一刻，我并未安住于性空禅定，所以当场就吓得昏死过去了。醒来时，牛头狱卒在叫，你是谁？这里是众生昏厥的地方，连佛也会感到恐惧，你难道不怕吗？我回答，我是无所畏惧的人。牛头狱卒又说，你为何不怕？唱唱其中缘由。我唱道，南无上师，大悲佛子前祈祷。牛头狱卒阿哇饶恰，你听着，我不懂优美的诗律和意韵，也不敢违背你地狱死卒的命令，但在无际的天空中，鸟中之王大鹏岂能怕任何鸟儿？在那洁白的雪山顶上，兽中之王雄狮岂能惧怕任何野兽？在南天密集的云雾里，旁生之王青龙岂能惧怕任何旁生？在8瓣莲花宝座上，千轮法王岂能惧怕他的群臣？证悟无二妙法的瑜伽是我，岂能惧怕二执之敌？觉悟法性的瑜伽是我，岂能惧怕有相之敌？觉悟自然智慧的瑜伽是我，岂能惧怕5毒之敌？
觉悟无尽自明的愚且是我，岂能惧怕阎王之敌？结合佛法的八记，献给你地狱的狱卒。我刚唱完，牛头狱卒就扬起宝剑向我砍来，砍在我身上，我只感觉到羽毛浮身般的分量。牛头狱卒说：“你说你不怕，看来是真的。”我重新走进门内，看见一位老太太被数不清的铁链五花八门地捆着，毛孔里烟雾缭绕，同样插着数不清的利器，还有一块山丘那么大的蓝色磐石压在她的身上。渴了她就喝沸腾的羊桶水，饿了她就吃羊桶水炒面团，口中还不停地说：“呜呼呜呼，多恐怖！呜呼呜呼，多痛苦！呜呼呜呼，多可悲！呜呼呜呼，多凄凉！”我问牛头等上千名在场的狱卒：“阎王大臣们，你们对这老太太没有慈悲心吗？你们狱卒是不是没有慈悲心呀？”众狱卒哈哈大笑说：“愚且是，你是不知道，我们狱卒不是没有慈悲，我们也有慈悲。我们让行善者解脱，我们让作恶者受罚，但是业本身的性质使然，作恶者会自行堕入无间地狱等十八层地狱，如山间滚石，挡也挡不住。而行善的人如公路上山，即使你吆喝他下山，他也会奋力向上。行善者，你即使强行带他入地狱，他也会自然解脱，走向善去。这个老太太是自作孽，业果只能成熟在自己身上，但绝不会成熟到别人身上。善业面前，人人平等，大家都可以去做。现在，这个老太太还有罪可受。”我问牛头狱卒：“这老太太犯了什么罪？”牛头狱卒说：“在世间，这个老太太施毒给米勒日巴大师，她身上压着的蓝色磐石是她投毒时得到的报酬，一块绿松石。她身边喝羊桶水的天鹅，就是那个指使她施喂毒的人。”我问：“老太太有解脱吗？”狱卒说：“没有解脱。”我又问：“这老太能解脱吗？”狱卒说：“能解脱。门口那块高有上千由旬，宽有上千由旬，长有上千由旬的羊铜磐石，什么时候磐石被消磨污有，什么时候变得解脱。”途中一位空行母引领上千人走进白色的路。观世音菩萨说他是玛基拉准。又到了一个空大的山谷中，有几个在家男女饥渴交迫，痛苦的叫声不迭。有七个愚伽士唱着六字真言走来，一个女子拉住愚伽士的衣角请求施舍，七位愚伽士每人给了他一小块糌粑。那女子拿着糌粑块走过来，遇到一个老太太求乞讨，她给了老太太一块，老太太吃到嘴里马上变成了滚烫的羊桶水。她又给了两个男孩一块，那男孩的嘴里也变成了羊桶水。她给女孩一小块，到女孩嘴里变成了碎草。我想那是为什么呢？观世音菩萨说，在世间他们五个是一家人。某日出门耕地，那女子返回家中取食物时，
遇上七个鱼切士化缘，他给鱼切士们吃了斋饭，所以今天七位鱼切士给他施舍炒面团。到老太嘴里变成羊桶水，是因为老太曾骂，让鱼切士口中的食物变成羊桶水。男孩嘴里的食物变成微火，是因为他骂，让鱼切士口中的食物变成微火。女孩嘴里的食物变成碎草，也是因为他骂，让鱼切士口中的食物变成碎草。我唱：依稀恶语多可悲，无托有情多可怜，夜气砍割肉与骨，烧铁大地极辽阔，微火热灰如深渊，阎王身相多恐怖，恶者惩罚不可思，斤两过秤量善恶，夜之明镜极清晰，见此痛苦心思乱，大悲佛子前祈祷，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前祈祷，请求即刻加持我与一切众，请求即刻赐舍受，请求即刻做引导，请求即刻赐开示。我刚做完祈祷，天空中就出现了无数的佛菩萨，如闪烁的繁星，多得数不清的众生得到了解脱。可惜马上又有更多的像河沙般的众生堕入地狱。天空中的佛菩萨都哭了，说：多可怜呀，这些罪恶的众生遭遇这样的痛苦，只可惜往昔没有修持佛法，常常自欺欺人，有这样不可解脱的地狱，只可惜往昔没有看重因果报应，常常自欺欺人，有这样的寒热痛苦，只可惜往昔懒惰愚痴，抱着侥幸的心理放逸自己，常常自欺欺人。虽然刚刚度化了繁星似的众生，但又来了河沙般的众生。转眼间，我又到了一棵长着箭叶的巨树旁，树上有数不清的人在茂密的箭叶间上上下下的穿梭，痛苦不堪。观世音菩萨说，在世间这些人是犯五无间罪人的家属和亲戚。接着到了山一样高大的烧铁树下，树上长着利剑、镰刀、刀和大钳子等各种利器，枝叶繁茂的比整个森林的树叶还要多，每一片叶子上燃烧着五毒之火，片片都锋利无比，甚至可以砍割上千块磐石也无妨，每一片都巨热无比，甚至也可以融化飞跃在附近的飞鸟昆虫。这恐怖的铁树，佛见了也会打寒战，而我看着这铁树更是惧怕的要命。僧人、本波和老年男女们沿着树干干上上下下间，锋利的树叶割破了他们的身体，树下有许许多多的孩子在呼唤爸爸妈妈，树上的男女应着孩子的呼声下来，好不容易到了树下，身体早已被箭叶割破成粉。这时天空中传来一阵无形的声音，说：犯五无间罪业的罪人们复活吧。那些人又全部恢复了原形，再次因着孩子在树下爸爸妈妈的声音往下爬，身体同样被割成芥粒那么大。
就这样死了复活，复活了又死去。时间的轮子在无休无止地转着，魔头狱卒来了，右手拿着剑轮，左手拿着火绳套。我问他这些人犯了什么业时，他回答犯了五无间罪。我又问这树是什么树，叫铁刺树。魔头狱卒说你这个人话真多。说完用火绳套捆绑了我的肢体。我观定空性，祈祷如下：南无上师，即时无为，无造无量界，安住自治自明上师宝，祈愿光明无有间与断，加持随念等定后累至，祈请开解烈火之绳套，自明梵顶莲花月轮殿，安住慈悲护主观世音，祈愿利众事业无间断，加持引众进入解脱路，祈请解开烈火的绳套，为戒愚痴无量宫殿中安住毗卢遮那如来佛，祈愿开悟法界真智慧，加持愚痴自然得清净，祈请开解烈火的绳索，为戒嗔恨无量宫殿中安住有坏金刚萨多佛，祈愿开悟明镜真智慧，加持嗔恨自然得清净，祈请开解烈火的绳索，为戒我慢无量宫殿中安住有坏宝生如来佛，祈愿得悟等性真智慧，加持我慢自然得清净，祈请开解烈火的绳索，为戒贪欲无量宫殿中安住有坏无量光佛陀，祈愿开悟妙观察智慧，加持贪欲自然得清净，祈请开解烈火的绳索，为戒嫉妒无量宫殿中安住不空成就如来佛，祈愿开悟成所作智慧，加持嫉妒自然得清净，祈请开解烈火的绳索，梵顶大乐法轮上安住五八淫学者，祈愿阎罗见本尊，加持亲见本尊面，祈请开解烈火绳，喉间受用法轮上安住马头明马声，祈愿清净烦恼患，加持消除阎王部，祈愿开解烈火绳，心间妙法脉轮上安住四五极净佛，祈愿五毒自然净，加持精通诸法门，祈请开解烈火绳，其间化身法轮上金刚亥母五空行，祈愿乐空无间断，加持功德任运成，祈请开解烈火绳，净地增上善行功，安住护法空行众，祈愿四业任运成，加持消除逆缘障，祈请开解烈火绳，慈善速令我成就五方佛，不于一有情，愿皆执彼刹，五佛身如何，眷属受刹土，如尊妙名称，我等为如是，向您赞美故，我等身何处，愿消病贫战，法语吉祥增。观世音菩萨说，把你的五方佛祈祷愿文称为净信幻象自解吧，谁遇到这篇愿文，谁就是有缘者，
谁把这篇愿文作为本尊修持，谁就一定能往生五佛刹土，不用怀疑。我心想，魔头狱卒为什么要用火绳套绑我的肢体呢？观世音菩萨说，你在世间曾用火烧坏了一只蜘蛛的手脚，所以遭受这样的报应。